Thank you.
去。占星术令真实彻底显现，否则不出两年就会丧命。他沉默了，意外的他没有怀疑我占卜的可信度，只是表现得十分为难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要继续前进，冒险家可不能害怕困难呀。这样说着，他又提起登山包向山顶进发了。
心术士能参透最深奥的星象，也因此不被允许傲慢。假如他们认为这门学问令自己强大到无所不能，反而会被星空放逐。正因如此，命运才是命运，是抓住自己的命运。